大队，于婉珍已经请到了，在里面。看看。你看出什么名堂了？用两个字来形容一下这个女孩。柔美。这么柔美的一个女孩，在经历过这么大的惊吓之后，仍然能够如此淡定地坐着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她内心强大。是不是强大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易小姐，啊，你好，叫我小珍就行，他们都这么叫我。好，小珍，希望你的伤势不要紧。还好，爆炸的时候一块木头镶进腿里了，伤口大，缝了针，其他都是小伤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来江津定居多久了？三年。快四年了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啊？是听口音吗？是通过其他人士的笔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是不知道他们会说什么，别是一些说三道四的就行。于婉珍，我总觉得她的背景很硬，好像来头不简单，甚至……当然，这个不能乱说。甚至怎么样？请你说出来。我甚至怀疑他跟戴总有不同寻常的关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对信息的真伪有自己的甄别标准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，我相信真相只有一个。啊，那就好。请你重点谈一谈额外加出的那个三人定做。我们这个会所吧，跟平常的餐馆和酒楼不大一样，规模都是很固定的，厨师的备餐有特殊的要求，因为订座都有限，所以必须要提前三天订，这样可以保证获得的食材是最新鲜的。今天的情况就更特殊了，因为是开张日，有多少人来早就订好的，绝对不会有临时的加餐，午餐只有一桌。其实我不大需要记名单也能记得住，戴总和梁总是两个合伙人，戴总临时叫了燕总，宴请一位客人叫戴世勇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所以那个名单上面绝对不会有新加的客人。麻烦你看一下订座软件上有没有更新。好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真的是有三个人的订座，也确实是在三楼，实在抱歉。那也就是说，从你早上打印客人的名单到中午午饭的时候，这几个小时之内，这个系统里面又多出来一个订单。对。那订座系统里面没有显示订座人的信息吗？这个没有，看不出来。有谁会在这个订座系统里面订座呢？多半都是我，或者是合伙人来给我一个名单，再或者所有人。所有人？啊，所有会所的人，只要会用那个订座软件都可以。那个软件上面也没有什么特殊账号之类的。那就你对会所老板和员工的了解，你认为谁会操作这个系统呢？换句话说啊，你见到过谁操作过这个系统呢？除了我以外，华清和建伟都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。听清楚了，等会儿呢，你就会听到警车声。你什么都不要做，
他们会喊话，告诉你谈谈电话，用心记一下，给他们发信息，跟他们说这有监控，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。假如他们逼得再紧呢，你就跟他们说谈判可以啊，找马兰，懂吗？懂懂懂。娜娜是谁？我就是娜兰。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谈判。你当我傻呀？你真以为我们在这做做做分赃？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你少说两句，再不就来不及了。啊！我再说最后一句啊，等会儿呢，我会把钥匙给你们，警察上来会给你们开锁。大，在那之前，我会通过这个摄像头观察你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如果见他们不老实，不懂吗？啊！别轻举妄动。哎，这帮孙子，混蛋，怎么就走了？叔，您就别说话，您冷静点吧。我冷静什么？我冷静，不就是炸弹吗？他们想怎么样？大不了一起死就完了。就是炸药啊，他们想怎么样，大不了一起完蛋算了。叔，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？警察马上就来，我们就安静等他们来救援行不行？你知道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戴总啊，你怎么还有点依依不舍呢？您这要是救不回他们呢，咱们还是先把命保住，乖乖的等警察来吧。你知道个屁你。戴总，我觉得我们这里最好的结果就是老老实实的等待警方过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些劫匪好像没有恶意。美女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都这样了，你看看那儿，你再看看那儿，这还叫没有恶意？我想说，这些劫匪没有真正伤害我们的企图，否则早就对我们下手了。其实我们别无选择，所以只能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警察过来。照你这么说，就好你能读懂强盗的心一样。让我看，只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罢了。你想过没有，在警察来之前，他们要遥控引爆了炸弹的，或者说等警察到了以后，他们的引爆炸弹顺便炸死几个警察呢？这个谁也控制不了，只有等公安局的排爆专家来评估。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除了保持冷静，避免节外生枝，还能做什么呢？哎，那我提议一下啊，刚刚他们走的时候不是说钥匙给你上了吗？我们在这儿待着也是待着，不如想想钥匙藏哪儿呢？啊，找找。对，找找，找找。然后就。希望你不要太难过。就我们的了解，在爆炸的前后，有部分人质跳楼逃生了。你还能想得起来当时跳楼的顺序吗？可以肯定的是，梁总第一个先跑下去的。然后是华清和建伟，之后是纳兰。也有可能先是纳兰，然后再是华清和建伟。不好意思，真的记不清楚了。你可别这么说。说实话，有几个人能经受你们今天的考验？你已经很坚强了。八队有电话，
老葛，现场情况怎么样了？啊，我们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消防支队评估下来，现场已经基本冷却，他们本来准备进入进行调查，但我们这边呢，刚刚接到局里的指示，考虑到安全起见，天又快黑了，不如就地保护好现场，明天一早开始搭好脚手架，做好其他安全措施之后再进行勘查。好，那你现场待命。哎，好。通知技侦支队，现场已经可以进入了，随时准备出发进行现场勘查。这一炸真是人去楼空啊！明天把那个脚手架支起来，还有起重设备。今天咱们先这么将就着吧。八队，八队，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哎呀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里面烧的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啊。是啊，哎，八队，哎，老葛，你们来了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谈不到辛苦，就是守了一个下午啊，有点憋闷。我听说，这附近楼里面没有发现劫匪的身影啊。是，都是附近的住户，没有发现嫌疑人。嗯，我呢传达一下局领导的意思啊。局领导呢顾及到我们公安人员的安危，不建议连夜勘查，所以呢，诸位考虑一下，最好不要涉嫌。尤其是我们的小丁医生，你可要三思啊。为什么呀？你们能进，我也能进。行行行，还挺倔的。那咱们走吧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瞧瞧。来，大家跟我来。哎，小心！爆炸的位置在二楼，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震下来。这儿开始有尸块了。这儿还有一个。哎，还有这边的这个血迹采样。
这本来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礼拜日，阳光美好，天气不冷不热，我就是军鼎抢劫爆炸案的抢劫犯之一，不知道他们会叫我什么，劫匪甲乙丙，劫匪 ABC， 劫匪一二三都没有关系，反正我是罪人。两个月前，老大把我和老三叫到一起，告诉我们说戴向阳的军鼎会所装修的差不多了，据说楼里会摆放不少古董名人字画，还订了一个特牛的保险柜，多半会装着传说中的命根子。小邓医生怎么样？他们的面部呈紫灰色，一个人头部有被殴打的痕迹，另外两个人颈后各有一对小红圈，极有可能是电击棒造成，除此之外没有明显外伤，初步判定是烟熏导致窒息死亡，但是我还要把他们的尸体带回去做全身检查，气管切割和血液分析，如果气管里发现粉尘，血液里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，又没有明显的内外伤，那么烟熏窒息的死因就可以定论。根据他们的角膜的浑浊程度和皮肤的僵硬程度，死亡时间应该在七八个小时左右，符合这座楼里的大火时间。这个是人质带的，是同一品牌型号。大哥，你跟我们说这个戴阳会所的事儿，啥意思啊？你说我们应该把那些好东西都偷出来，这不犯罪吗？二哥，咱又不是第一次犯罪，咱以前一起偷过的东西还少啊？这性质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我问你，卖馒头小摊儿会有一个保安二十四小时巡逻吗？你傻呀？俩保安二十四小时巡逻？他们俩，咱们仨，你是没带脑子是吧？啊，仨非专业的想制服俩专业的，可能性有多大？哎，咱有枪就好。真枪，仿真枪，三八仿真枪。万一保安频频反客和杂证，这是真的。丝袜，来，郝丽，把他的裤子给脱了。看来，又是一波专业的犯罪分子。你怎么看出专业的？这三位穿的都是清一色的布鞋。哦，布底鞋是犯罪分子的御用鞋，鞋底摩擦力强，不留痕迹。那他们三个一定就是那三个劫匪了。但是，他们被谁干掉了？现在还不能下定论。哎，小丁医生，您怎么看？这三个人很难说是不是那些人质借到那三名劫匪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的三名劫匪的身高和胖瘦，其中有一名是超过180厘米的高个子，这里倒是有一位。剩下两位是中等身材，170厘米到175厘米之间，也倒符合这两位的身高。好在三个人的指纹保留完好，
我们回去就做匹配，应该很快就能有结果。你们看，从合金的质地到打磨的精细程度来看，应该是更高档了。两种手铐，两波劫匪，哇，黑吃黑呀、啊！这戴向阳这命根子也太诱人了吧！这么多人为他送了命了。喂，我巴余生啊。八队，纳兰失踪了。什么？哎，郝丽啊，我们从回放当中的确发现了纳兰的身影，他已经走出了急诊观察区。把医院能调动的警力全部都调动起来，特别要守住医院的各个出入口。我们正在查看每一个摄像头，如果再发现他，应该不会再错过。好，回头再联系啊。哎，郝丽，怎么样？又发现了几处纳兰的身影，已经走出了急诊了。目前我们几个同志正在跟保安在外面。好。哎，师傅，有医院的地图吗？这样啊，我们来标记一下纳兰走过的一些位置。看看能不能推断出他下一步会走到哪里。看上去他是彻底醒过来了。是。张医生，我想问一下纳兰最近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我正好在看他的病历。先说好消息吧，除了记忆外，各项认知反应都还算比较正常。刚才出走应该是醒来后昏迷状态一种延续和过渡，有点像梦游，我们多加注意，应该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。不过坏消息是，记忆评估表明他有短期的失忆，也就是说他对近期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的回忆。啊，这个在脑震荡患者中并不罕见。那他能回忆到什么程度？最多也就是昨晚吧，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就已经不记得了。那他大概需要多久能恢复记忆？这个很难说，甚至很难说这个失忆是短暂的。你的意思说他？他很有可能永久性失忆了。好，谢谢。八队长。怎么了，张医生？我知道他可能是一名非常重要的案件目击者，但是我希望这两天能够让他好好休息。有些时候越急着回忆，却会影响最准确的判断，甚至会造成永久性的失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至少还记得你。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哎，躺着说吧。感觉好别扭，像回到了小时候，和爸爸妈妈在一张床上，东扯一句，西扯一句，就是不愿意睡觉。慢慢就习惯了。况且，你想说的是，桃子已经想到了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暂时呢不告诉你的母亲。现在你已经恢复了，可以自己决定了。不过，我知道你已经决定好了。谢谢你妈。我妈，她最近状态不太好。本来打算把她接来江津住一段日子，没想到自己变成了这样。只能等我恢复了再说。现在，我要求你第二件事儿。病人最大，我洗耳恭听。告诉我，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医生已经警告过我了，不要再给你增加任何的负担。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休息，只有多休。我人怎么扭伤了脚，头怎么摔破，我都记不起来。我怎么安安心心的养伤？我忘记了那么多，但我还记得一件事儿。我是个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人。好好好。我呀，最怕你这种人了，那就让我简单的给你做个工作汇报吧。吓死我了！你那边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那边还算稳定吧，你呢？胡建伟情绪也没有太大波动。哎，八队的，还在里边呢。哎，你说这八队怎么见着纳兰他就笑啊？凭什么呀？嗯，关键是你是纳兰吗？我从开始的抢劫到爆炸，到后来的火灾，这个里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出人意料的状况，而你呢，正好就深陷其中。我怎么每次都这么幸运？小帅哥，你听清楚了，等会儿呢，你就会听见警车声。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他们会给你打电话，告诉你谈判电话。用心记一下，给他们发信息，跟他们说这儿有监控。假如他们逼得再紧的话，你就跟他们说谈判可以啊。找纳兰，懂吗？我就是纳兰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谈判。把话说那么明白，就不好玩了，不是吗？按照惯例，你应该先给我解锁。我的小宝贝儿啊，你他妈当我傻呀？哦，跟你谈判，警察来了，我们都得玩完呢。小帅哥，再给你个任务啊，看看你这聪明的小脑瓜能不能记一下。等会儿呢，警察一旦知道纳兰的下落，是通过喇叭或者短信，哎呀，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吧。就说纳兰就在这个军警会所，就给他发个短信，跟他说，知道了，我们正在谈，再给点时间，懂吗？懂吗？可是我不懂。哟，那么聪明的纳兰，
你有不懂的时候啊。其实不必因为分离而伤感，心里带着点不甘，结局才算圆满。所以把孤单当作修炼，感受过严寒，才珍惜温暖。平坦，人容易被浇灌，不妨把挫折当作一战，多几次辗转，越来越勇敢。人生很短暂，而人心贪婪，茫然追逐远方，却还世间。